左转吗？对，左转一样是靠之后靠右。那可以先左转？不用了，现在还没有。哦，你说前面还有左转的车是不是？你就是维持这一道左转，没有问题，这一道可以左转，可以哦，因为它没有直行车道，它有两道左转。行啊，哦，两道左转，嗯，赞哦。去装车子装这个就很帅啊！车辆右转弯，你也可以装啊！你可以装在你的推车上啊！赞了！车推车右转弯，赞了！呼呼呼！喂喂喂，这样子不好。对那个传动轴，你去转它。那就是保养啦、啊。都是钱啊，那就买 Toyota 啦。Toyota 都不会坏，是不是？你去试试看啊。它一样的东西，为什么它不会坏？我怎么知道？照给你开一定会坏啊，怎么不会坏？我怎么知道？看来是有旧旧车。在哪里？在后面。嘿，有镜子就是可以看到，你看不到哦。你还要歪头。嗯，打靠右，不要动，先不动。啊？哦、他走了、哦。没，对啊，他走了。走了，我以为他来了。他赶前面左转了，嚯，计程车比他中指，一直走就会到 Costco 了。哦，地上有烟蒂。你要去捡吗？还不捡起来、欸！哇 ，BBQ 的车车哎、欸，那台 Mercedes 好吃 ，BQQ 哎、欸、，QQ， 哇，很热哎、欸，你怎么屁股没有电风扇？请自备屁股电风扇。吹屁屁，哎、欸，有啊，那是吹脚啊，哎、欸，也是有啊，也是有用的啦。想大一点是吗？啊、不能说70%在头，20%、30%在脚，不行，这么烂。踩一踩会流汗呢。去喽，那就看你了。我只是跟你，你可以
转回去啊。啊，大家是开多少公里？我不是开50吗？哎呀，全马路上只有你一个限速，在限速内。有啊，他也很差不多啊。大家都在限速之上，是不是？是的。好像很厉害，是不是？你靠肾上腺素是不是？你可以再靠右。我。然后靠右之后就直直走，然后就不用换车道，然后直走。靠右会有摩托车呢。就直直走，过马路。你是哪个加油站啊？就前面啊。哦，这个加油站。哇哇。是 Utah 加油站的。好，把方向灯加油，你会停吧？不要撞到安全。你是左边右边？那个白车后面，这台白车后面。真停得很遥远。他没差，他没差，只是他叫你去前面。嗯哼，哦，他要去前面，来啊，九九加满，没有这一款。他说你慢慢等啊，九九的，对不对？九九加满，九九才会加满。那个、好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他要加了。他想说他都不动。哎、欸，那个在下面。那你要洗我啊！下面地上地板拉起来。嗯。好，九五加满，谢谢你。九五加满吗？好。哎。